拽着，拽住。原来这天女孩来游玩，失足掉进了大熊猫领地。此时把周围的游客和安保人员都给吓坏了。园区的保安发现后，赶紧拿来棍子解救小女孩。大熊猫见有人闯进了自己的领地，便围了过来。看到大熊猫来到面前，小女孩心里更害怕了。尽管保安人员正在全力地拉起小女孩，但是如果大熊猫这时突然发动攻击，那么后果不堪设想。大家眼看着两只大熊猫离小女孩越来越近，受到惊吓的小女孩根本没有了抓住棍子的力气。围观的群众纷纷都替小女孩捏了一把冷汗。保安人员见状，只好侧身下去用手拉住小女孩。庆幸的是，大熊猫靠近后在旁边静静地观看营救。三只熊猫围在一起讨论，它为啥闯进我们的领地呢？最后在众人帮助下，小女孩安全获救。